被叫到回去，你是学长，长官直接毫不避讳的说，你各位啊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废墟，专门给你们叫招用的，行军打靶城市战，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。在里面待了5天，120个小时，你到3600，时薪30块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叫招。成年男子当完兵之后，怕我们忘记武器怎么操作，一段时间都要把我们召集过去谈谈。第一个看到的长官用非常凶狠的眼神看着我，你有点眼熟，木星人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就跟营区的长官们，嗨，木星人，长官好。哎，你是敏农吗？被叫招回去，你是学长，来演示一段当兵与教招的差异。我怎么知道？报告班长，我刚刚是上课。不要理我，别人给我上厕所，你给我上厕所，他们有人上。学长，赶快入列喽！可是我还想上厕所哎。学长是肚子痛吗？想尿尿。快去快去快去！学长有什么不舒服，再跟我说。集体群聚，里面就是一个确诊大本营。如果有人确诊，同寝室的人可以解招离开营区。大家一起抽烟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刷牙的呢？他们不算是密切接触，他们就算是……他们就是密切接触啊！长官直接毫不避讳的说，你各位啊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废墟，专门给你们叫招用的，里面的床垫用了几百年，甚至有可能是要你爷爷睡过的床垫，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尘螨陪你一起睡觉，还会有蚊子乐团唱安眠曲给你听。营兵的营舍洗澡完全没热水，最后一天终于修好了，国军的效率好棒。行军打靶城市战，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无意义的等待。现在干嘛？不知道哎。但最最最靠背的还是行军，戴着口罩，背着枪，防毒面具，钢盔，水壶袋，刚下完出了大太阳，走了1个小时。汤挺好喝的，其他就是一坨没有味道的食物。想减肥，报名教招就对了。在里面待了5天，120个小时，你到3600，时薪30块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喜欢完美。
嗯。